主運動發展了咁多年咧，而家喺一個最黑暗、最低潮嘅時期，我哋支持民主、爭取民主嘅人應該每日都行多一步，盡量行多一步。但係特區政府今次政治檢控我哋人民力量呢一班，希望喺民主運動和平理性之下行多一小步，堅持多啲嘅。你呢次嘅政治打壓，其實除咗話要嚇倒我哋人民力量，希望錯我哋嘅士氣之外，亦都係對香港嘅市民、香港參與民主運動嘅朋友一次好大嘅警號。如果香港市民見到我哋人民力量連立法會議員都會俾人拉，因為咁而劣而驚嘅話咧，以後咧我哋就只係停留翻喺嗰啲所謂偽民主派嘅行禮如儀式嘅示威遊行。咁香港嘅民主運動咧係唔會再有寸進嘅。所以希望各位市民今日好多謝所有人民力量支持者。今日亦都好多朋友嚟到支持我哋，要再一次向你哋致敬。希望大家堅持到底，就算我哋俾人拉，就算我哋